给我们所有人在座的各位，再给这些年轻学员们一些鼓励跟掌声吧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体现出了年轻球员该有的活力跟激情，还有在场上的无限可能。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还年轻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经历的每一次失败，其实都是给之后的成功做铺垫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接受以前的失败，然后同时保证好自己篮球的初心，继续努力，加油。这就是灌篮四最新一期节目上线，面对新生代球员的失利，侯明昊现场呼吁大家给予鼓励，十分暖心。此外，侯明昊还发文称，赛场上年轻球员们用自己的活力和激情，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篮球场上的无限可能。无论输赢，都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对篮球的初心，继续加油，不负热爱。相信未来的中国篮球是属于更多新生力量的，期待看到你们每个人的身影。对此，粉丝也纷纷回应侯明昊，支持00后、10后新生力量，传递力量，支持力量，永恒能量不停息，继续加油，不负热爱，无所畏惧，勇往直前，中国篮球加油。